这里是宝可梦的那个玩具，超爽。对啊，这一次换果哥又来挑他的小玩具了。对，我还在。你想要买哪一个？很难挑，因为怎么选？对，这个是，这是怎么？只有你老师？对。这个是。你想要暗黑球雷姆？暗黑球雷姆，这个是奇拉蒂娜、固拉多。这是比卡。对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你最喜欢的。迪亚卡。迪亚卢卡。帕洛提亚，啊，你最后选择什么？莱西拉姆。莱西拉姆叫我笑。你要选哪一个？嗯。来喽。真的好难挑。怎么会？就挑没有的就好了。歪鸟，歪鸟什么？伊菲尔达尔，对不对？那你要选哪一个呢？嗯，你觉得这两个你要选？两个选一个。对。这个你没有吗？这个两只我都没有。这两只都没有。这只我盗版，那是盗版，那你要选一个你最喜欢的。哎呀，自己选一个最喜欢的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个也蛮帅的啊，这个也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就这个吧。你选哪一个？哦，泽尔尼亚斯。你比较喜欢这个？对，因为这个后面还有烤的，这个没有。哦，好啊。OK， 那就选这个。泽尔尼亚斯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猜哥哥的泽尔尼亚斯。来吃路。对，这是哥哥的。泽尔尼亚斯，这应该很快吧？直接猜就可以。泽尔尼亚斯，黑哥哥，耶，黑哥哥。